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。对啊，我们在车城的市重溪温泉，然后这边规划的很不错。然后这个是公园，这是市重溪的公园。然后后面上面有个泡脚池，我在露营。对，有个泡脚池。然后整体规划还不错，不过礼拜二大家千万不要来，因为它休馆。我们笨笨的没有查到资讯，然后所以就跑来这边了。是没有人跟我讲说礼拜二休馆，然后是当地店家跟我讲的。对，然后这边有个公园还不错，画面神色的地方就是泡脚池。然后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边的吉祥物冲宝，很不错哦。来，这就是市重溪温泉，现在改得非常可爱哦。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来泡到温泉啊！啊，这边还可以捕蝴蝶。来，那边神社的部分就是那个可以泡脚的地方，可是今天没开放，先这样子喽。